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我的鬼三女 M 的，就是我之前说要分享我那个求职的那个辛苦历程哦，就是求一个小孩的那个辛苦历程，分享给同学。简单讲就是要生囝了。你也想讲哦，生囝应该是无啥物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有些爸爸妈妈，你要准备生小孩的时候，结果生不出来，事情就大条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时候看的继续看很重要。白同学来分享我自己的一种宝贵经验，哦啊，希望同学们听完之后能让你们顺利得职。后来这么开始，首先呢，白同学求职分享过程哦，简单讲，我大概规划了十几样，我就大概讲一下哦。第一啦，你要当那个爸爸妈妈的时候，哦。你先想清楚，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囝？你先想好之后，你才去生。但是有的时候吼，往往啊，你想讲要生的时候，结果生不出来。白龙血就是安尼。好啊，为什么有小恩？好，要开始来介绍哦。好，然后想清楚要开始生了嘛？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啦吼。我跟那个白嫂啦，大概认识了六七年吼，阿尾啊一路长跑，该弯的、该整、该骂的哦，摩托车上面拢好啊，尾啊两个做骂的，然后就想说，就在人生的规划当中，我以前吼，国中的时候，我较早我阁已经在写作文，然后想吼，我结婚的时候要30岁结婚，结果凊彩讲讲的，黑白讲叫真的30岁吼，吼，那讲成家啦、立业啦，阿尾啊30岁的时候顺利结婚，我们那个时候。我那个就是怎么讲，我们有计划性，就是3年之后，大概2-3年才要生小孩哦。问的是，因为刚开始结婚嘛，你经济也没有什么基础，阿伯啊，就是大概就是有个公司哦，2-3年就是出国狂玩，所以白同学你也听讲哦，白同学哦出国去几国哦，几十国，然后饭店住了60-70家，黑龙是真的，短短在2-3年内就把它完成了哦。共同点，因为。白嫂的年纪是跟我一样，讲这去发现题目在收起了，但是我想应该不会了，因为想说要真心帮助那些，咱讲目前是暂时性不孕症那些哦同学们哦，给恁一个参考啦。因为阮大家拢知道，以后可能高龄产妇问题，因为年纪都一样嘛，我唔是讲去食药去的，你知道？虽然白嫂看做药去，但是她的年纪是跟我一样的。哦，来开始计划2年的时候，哦不生小孩就是，哦。完成自己的梦想，去哪边玩？然后为什么会突然间想生小孩？讲真吼，比较较晚结婚的，足侪人伊在问：哦，白同学，啊恁囝你生啊生啊，后壁比较晚结婚拢生啊？哦，尾后去问啊足介绍，尤其看啊面试，大家人啊生囡仔，啊是大人咧看，哦恁两个还佫唔打拼，还唔打拼，去问啊真啊足饱的。后来我想说，哈，无来生好啊，结果我犯着啥，生袂出来。以前刚开始，我很单纯，我想讲吼，可能男女干啦，牵手就生囝，牵手就生出来。结果没有那么简单哦，你要播种，你都要去看视频。像我较早看电视啊，常常咩讲，迄连续剧，我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电视剧当然是要做演戏啊，黑白教育，吼，迄工叫像强一了，结果下个月就会脱链了，又用强又新啊，加拄好，哎呀，哎。女生话，囡仔排卵期，那干那一个月一天嘛。然后你排卵的时候，她的卵子好像咩讲，会当伫外口，哇，唔知几点钟尔啦。啊，所以说电视上都误导，吼，都牵手就生囝，懵着就生囝。啊，所以说真的要生不出来的时候，后来我就开始大概这样努力了1年嘛，后来就去拔杯，吼。啊，讲真嘞，这种物件嘛，讲迷信嘛，唔是啊，讲准嘛，唔是，讲足，反正足奇怪，分享就是。你去跋杯，拢跋无杯，跋几啊斤拢同款，佮包括去问人去开金口的。哦，你这囝哪袂够的？我感觉奇怪，哪袂是有串通？然后朋友讲，有讲迄袂想相通，但是我是比较诚心去觉得说，我是觉得人真正都迄什么祝生娘娘的，真正跋无杯，你安尼跋拢无杯。啊，我想说啊，就算了啦。然后也是这样拖。哦，啊，1年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头先第一档也袂惊，尾啊，吼，夭寿嘞。然后第二档的时候，开始要惊起来。后来我就开始去。朋友他就是有开一家那个中医，我就去调理身体嘛，我就开始吃蛇颈丸，就是五指眼中丸，那就是不知道什么兔丝，不知道什么狮子，什么枸杞，就是都有一个中那没得讲有一个籽的啦，就是一个中药名，就是五指眼中丸，那个古早落来秘方，啊不就吃，但是吃的时候我身体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疲劳，可能像那吃玛咖一样，然后女生也是大概吃一些中药调理身体，结果。赶快，第一，真枪实弹，赶快拢未生，
奇怪，我咧想讲，要有一个查某大巴肚干咩真困难，查甫人呢？啊，然后后来有一天，阮老婆咧讲想要去看咧啥，要去人工所以没想去检查咧，想讲你妈你还小啥？啊，因为我大概也知道，你看我白龙泉丑男猛闯，我还蛮知道那个概念，大部分呢、啊。不孕症拢是男生问题，拢是精虫活动力伤少。然后我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就看到那个怎么讲，公视人生剧展，拄啊电影因翁诶一出这个什么试管神仙，我想靠这回是什么怪名，后来开始看夭寿咧，伊就是拄啊刚好去做到这个男女结婚，都会男女也不孕症这些问题。我看完那天想讲，无紧啊，看起有底，以后入去时才知影要怎演了对吧？啊，结果我老婆就去。没有白扫啦，伊就向去甲你偷挂号，迄、那个啥精虫检验单，我讲好夭寿，恁娘我规个查甫人面子拢写写了了，啊尾啊，我无阿讲，我500块不知500、800我已经叫啊，啊白龙雪就想靠腰钱叫也袂当了，我就硬着头皮去了，然后就开始嘛，就开始去取经嘛，哦师傅，我们去取经吧。结果哦，真正啊，我就甲伊便宜哦，他那个讲真，我感觉。公司人生剧展哦，迄出试管神仙，我感觉迄出哦，真正造福足侪人群诶。它里面我是觉得拍得非常好，靠要美术咧演家己咧，真正入去取经是哦，俩默默的，然后护士来就拿个杯子是无菌诶，你毋知？所以有当时啊，人讲咧写物件诶时阵，伊无菌，你若写到边啊手搁滴了就袂使啊。啊不，我咧想想，我要想恁遐干呐一个灯光要写遮困难，然后去的时候。我有准备一样东西吼，啊，你若讲有的同学真的要准备要去人工受孕的，白龙雪传授我的秘诀哦，你做啊下底啊，希望你买成功。因为那个迪英她老公啊，就是去取经已经 N 次了嘛，伊就去向个护士讲，你那个里面那个肉片啊，可不可以换掉？已经都看腻了，我就当时就奇怪，但是我嘛是迄、那个啥鼻顶，我嘛是知，我甲我内底上街看迄出肉片啊吼。迄鬼拢甲宰，我以前我阁毋捌波多咧，吓！然后带去的时候，我直直想啦，刚好一个机会教育，你若讲摕迄个无摕迄个笔电去，惊都无小恩啊！我讲真歹听，伊个取经室内底物件囥啊偌好笑，你毋知？规本啊迄种啥，迄、那个啥物野球杂志啊，迄、那个女生我，迄个毋知啥物日本动漫咧。讲球啦，啥都看到内裤啥，靠！啊，你们看内当写真，你们一早写啊对无？啊，然后无就是一挂迄啥过期的 Playboy 杂志，看了迄男生有，迄女生有，敢那袂输低假发看，你也甲剃迄衫，我那个看个真倒辛苦作用的，靠！那有可能看的，我都处理出来，好佳仔我就想，我来笔电开开。迄当阵啊吼，我尾也是我才开始感谢迄日本人吼，遐就拍肉片啊，真正想要搞个人帮助人生囝，然后我就开始看迄种片，看完了。看我教伊出吼，因为白龙雪拢冻几啊点钟咧，结果因迄当阵啊时间足赶，你知影想啊好紧啊逼出来，结果写出来无两字，写无两字，那是紧张啊啥，还是讲无够兴奋写无两字吼。我这是讲真的，啊写无两字出来想靠腰，恁安尼检查唔知会使哦。结果我就赶快写着，然后我那有去喷咧边仔啦，我想无紧啊，就两三字内底听了唔知几万字，然后就砍咧。我第一次觉得说吼，那个当那个 AV 男有什么直男啊，什么奇怪，我感觉我那是一种咩啊讲过人的一种行业，你唔知啊，就是比一般男生搁较厉害。我讲真，我感觉摕遐什么佳明的味道要摕护士先，我就感觉有够遐迄种物啊，囥个体内无人知，你囥个体外去用看到，感觉。白龙雪真很坎坷啊！啊，怎啊提回先？我上个小姐嘞，迄个护士你讲可能在含面白啊，可能无顺啊，三是欠许啊钱吼，结一块晒面，我就提用个物件那包嘞，我那秘书那纸袋，甲讲拿出来，我要是面做想要做对面那破落，我想无紧提，要么然后就是拿给他的时候，就是在排队的时候，刚好有个插曲，有一个那姐啊，我会记伊开保养厂啦，伊就甲讲帅哥，啊你怎样怎样？我想奇怪，这到底是谁？是要甲推销啥事啊？伊嘛入来这取经室咧 stand by 吼，啊结果伊就甲我讲，哦，我已经差不多已经第十年啊。我看阿张啊，我尾也无啥甲伊讲话，因为我想我今日甲伊讲话就叫砍你，变成伊要嘛直接来。哦，我已经第十年啊。啊后来我就觉得说，他那个时候跟我讲一些关键的事情，伊讲，医生刚好叫你去买什么，唔知什么外口什么白色药丸啊，啥讲外口买较俗啥小啦。我讲无呢。伊讲吼，伊啊吼，伊就买啊，我讲加要水小，伊就讲就是因为你人工受孕大部分一次成功的机会很少嘛，我就想讲
蛮怎样啊，就是哦就这样大概跟他聊那一些，我就知道大概他十年呢医生会叫他做什么事啊，什么国纳分啥小和阿伯啊聊阿伯那个检验报告就去看了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啊你当初那配了啥我某嘛是都要去他安排女生的检查，但是是要女生要检查那个输卵管看有没有塞住哦啊，结果伊检验拢正常嘛，啊当然问题就对，我叫经堂迄个报告开开先，我经堂一个比一个比一个班长匍匐前进，哦你过了，啊你也过了，完全没收。那个医生说你那个精通活动力真的异于常人，非常差，我靠暗子拢无救啊，我规只蝌蚪无救。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，你就是大概准备人工受孕的话，就是会调理嘛，然后再。到时候再师傅，我们去取经吧。过去关一盖了，佮爬出来，伊会佮甲你精虫洗洗。啊，伊当初啊，脑过关就是直接就投弹就对了。啊，伊当初啊，我就开始中五指眼装完，佮买一罐佮烤落。啊，伊当初啊，阮爸吼，逐工买海产，我伊烤烤变变叫。然后唔知是干哪，我已经过偌久啦。不然就是开始要身体检查了嘛，一些指数啦，然后女生什么泌乳激素啦，一挂奇奇怪怪，抽血什么都正常，就是维持最佳状态。啊，男生，迄当初那经堂就是你也要去迄个啥爬出来进行，好像说要三天啦，并讲你爬了时阵哦，了时阵不然佫剩啥，就是三天最新鲜的就对了啦。不然我就感觉讲，就是第一强，我就甲医生讲，啊靠呀，啊多少不然。迄个啥要爬出来，刚多梦伊讲，袂啦，你放心嘛，你唔是少年人，你的制造那个精虫的动作没有办法那么快。啊，结果我就底下捡捡捡到第三缸，我印象最深刻哦。人工受孕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，你要注意哦。我去，我就看了我的学姐，就是因受孕成功的嘛，伊头前，哦，我真正太惊咧。她那时候肚子很大，她里面以人工受孕伊的迄个啥用意就是她伊拍一种排卵针嘛。叫做果纳芬，他就一次就是像乱枪打鸟，一次小鸟就丢三颗，你就开始打，一次排卵一颗嘛，一改三粒四粒排出来，哦，就是强制你排卵对了。啊，有一个风险啥，有可能多胞胎。我头前迄个门诊迄个学姐都要三胞胎，伊要面临一个抉择，三个小孩，他要其中要自己删掉一个，哦，要死嘞。那个我看那个，我记得那个女生那时候好像在哭了，因为咪讲你改宝宝。但是你也无医生讲，你如果没有剪一个的话，怎么讲？他两个、三个可能都会发育不良，有可能会做奥子。我勒搞莫想，哦，要是迄阵时还无人准备要人工，所以我想，哦，干咩足惊讲一间双胞胎，吼，哦，唔知要安怎，尤其你搁还细只，足惊囡仔带袂落。啊，我就是因为他真的肚子的空间真的装不下嘛，然后就他就是要面临一个抉择。咱讲啊，紧诶啦，要强制把自己的小孩一个把它处理掉，迄种抉择偌艰苦，你毋知影。但是他还是要去做啦。哦，后来我们就是好开始那一天要去，咩讲，要去开始人工播种啊嘛。前一天晚上，哦，数值就是医生向甲你讲卡，好啊，中迄对中间打那个果纳芬，补充一下，我会记。中医就是唔知一礼拜啊啥，伊都爱做个排卵针，爱排卵针蛮贵的，唔知几支的万，唔知两三万啦。然后他就是像那个，咩讲设计一种特别小，你当家己煮，你也唔敢煮去哦。医生那个护士从肚皮下去打嘛。然后我刚刚讲，我看到女生在煮，我那个时候心里在想啊，如果说啦，第一次没成功，第二次我就直接花大笔钱去做试管，试管那个不成功我不爱生，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心爱的人在那边受苦。因为迄有一个，我感觉有一个后遗症，迄个果纳芬注上一当，迄有可能卵巢癌，迄是白龙学后来家己咧研究的，是真是假，迄我唔知啦。吼，尾啊，果纳芬吼一个月分注完啊，一暗唔知万挂偌济，结果迄个医生哦，我咧当初找嘛找名医啊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你数值是很漂亮，没错，但是虽然明天的话播种，人工受孕是成功率非常高，但是我在德国研究，我另外研究什么一个参数怎样，它虽然还没有科学证实，但是那个参数如果不够漂亮的时候，我建议你们在大概怎么讲，搁换后个月，我就甲想想，我无爱，哎，就甲讲，但是我讲有啥物风险，伊讲吼，你着果纳芬爱搁加买一半，啊，我阮买，阮若煮无遐济。买一盒万外，唔知万外或者我无，咱很难抉择。讲有啦，我有咧买半盒，半盒唔知迄阵佫加5000，唔知好像多3支啊，啊就多，我就是坚持要做。他说如果做没成功，我讲后遗症啥，伊讲后遗症就加开6000了，啊无差，做等于手术费6000箍，无就算啦。因为我当中啊，我就回想迄个学长啊，奇怪，同一个医生，伊尾后壁，嘛是甲伊讲啥物数值无水。
去买什么外国另外什么一种药剂啥，就是要食迄个紫薯罐。我顶下想想，哎，听伊的话，等到去等十年，我想想袂使。我那个时候用生意人的头脑下去衡量，对白龙血重 CP 值，我想讲给了六千两，无差了去，然后就开始播种了。好，隔天医生嘛就讲好吧，就尊重你吧。我就是感觉讲，反正都从半辈失败啊嘛。结果隔天开始怎么去的时候，吼，我的最佳状态去嘛是讲完，师傅，我们去取经吧。吼，爬出来的时候，迄天佫上精彩的肉片，宽出来看，一当挨耳机挂挂，好挨出来量挨足济。结果迄个啥，医生讲洗洗，他会洗一洗，是从里面挑，他就用显微镜挑那个怎么讲，比较形状啦，还是讲伊的声音伊动作紧的啦，还是讲就是最标准的那个精虫就对了。但是我感觉。迄、那个物件我等下不要再分享，竟出来，尾啊洗出来，敢若一堆白开水，你也无小心放伫桌顶喎，向全会啉落。它洗出来就是跟一般的白开水一模一样，啊，就那像一个迄种，一个迄种试管，就一个，那像戴隐形眼镜只阿爸安尼啦，然后就叫我拿给护士，啊拿给护士那一天他脸。不同样的人，伊就较袂遐吵啦。迄、那个给做好的人讲，哦，祝你成功。然后，因为大人拢是手术室外口咧等，伊足侪手术大人病症无同，阮是要做人工受孕，我就伫外口等，我就会当咧啊面尽量咧啊，我想无爱让查男咧创啊。阿妈先问讲，啊恁谁个内底？我讲假啊，那袂输那哑巴咧，知道？变足无爱甲人讲话，啊结果因为我无爱让查，感觉足见笑的。结果，迄、那个啥，医生就向出来，那个。白先生，恭喜你精虫过关了！要求你的话，甲全部手术室外口拢听到。喂，哦，你咧做人工受孕，我面做袂少。哦，嘿啦，啊，结果后来做完的时候，迄天我们就回去家里嘛。然后他就说回去还要再补一枪，而且补的时候是要在白天。啊，我咧想想，原来我就会回想到迄个啥 DNA 那种公司人生剧场一出，伊迄当阵啊。我讲为着生囝而干那一档事，真的是非常累。我真嘛是啊，规点滚哎，咱怎么还冲啊冲啊？讲真，真正做够来神哎呀！然后就是白天就是播种下去，但是我个人啊，唔知是到底医生帮我人工受孕坑落去跑成功诶，还是我家己咩讲男人的自信成功？嘿，我嘛唔知，但是我是觉得啦。大概伊讲不管怎，但我也甲迄医生讲，暗暝尾啊，走到尾啊嘛是一家里面讲吼，但是吼多兵政策加减嘛就差，预防万一后壁倒闪啦，系啊，啊然后就是好佳哉，我们第一次就成功。我当初我感觉讲吼好佳哉，我刚好遇到那个学长，我没有陷入那个漩涡，因为所以根本就敏感些争议啦。妈咪讲医生不好，有的时候医生有可能为你好，但是你看后壁咧行尾啊，换去买衫。咩讲？我是感觉上就觉得，迄位的流程怪怪的，毋知。伊若讲真正，咩讲，都奇怪啊！不孕症的底下你做，当然咱讲的你会感觉讲较不咩讲。白龙雪讲的你有可能会甲他吐槽，但是白龙雪是真正诚心分享的。有的时候关键你也是要自己去决定。我当阵啊，我呐感觉讲啊，医生的什么拢听医生的，吼、哦，医生讲的上对，伊的素质爱偌水哦。我有可能甲进影片内底也无小恩，系啊，吼、哦。后来要开始讲重点啊、哦。有些人哦，人工受孕，他在选那个精虫，伊会当唔知会当选什么染色体啊啥子，我是无啥知。但是我家己心理作用哦，我是觉得说，小恩他，我记得一岁多就会讲话了，怎样，我就感觉奇怪，唔知是经常有射过我啊，然后就是有特别挑过那几只活动力，然后形状也是很漂亮的，刚刚讲了就是全部规堆来在群组里面十组里面的第一名。十个第一名下去竞争再出来的，跟你一百个有第一名跟最后一名一起竞争出来的那个品质不一样。或者刚刚我用他人工受孕出来，感觉上刚小孩子的体质什么好像会比较好，而且我感觉尴尬哦。然后就是很顺利的就后来怀孕嘛，然后都生到小恩啊。但是我感觉足奇怪，三年来啊，我是咪跟你讲我之前去跋杯，我后来。人工受孕的时候，因为你要等下个月看有没有好消息。一中验孕棒嘿，咩讲，剩刚才唔知一礼拜、第二礼拜，伊唔知什么，唔知什么数值。伊讲有可能怀孕，但是我嘛无啥相信，你唔知。迄当中要去拔个啥，抽那个求子签啊。有的呢，他说等待佳音什么，对，意思讲囡仔要来了，对，而且这囡仔什么。什么对你哎呀，咪偌好度啦，我咧想，唔知咧好啦，啊结果下个月真的去看，我某不啊，那个 MC 就没有来了嘛，有好消息的，我讲，奇怪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
怎么讲，开始的研究爸爸经妈妈经啊，哦，就是大概就是后来十个月之后就是生下了那个小恩哦啊，因为片场问题啦，我大概今天分享了一公，哎，大概如果说有遇到不孕症的同学，你慢慢沮丧，你就是先用那个白龙穴方法，你先去试看嘛，因为有的时候是那个阴错阳差，那个时间你没 match 到啊，然后男生该去检查的，该去取精的，你慢慢干嘛讲不好意思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出现在男生，而且大部分男性。咩讲？你有那换困那个男孩子，那些从事电子业上面，可能一挂化学药剂啊啥无，造成那个啥体质来讲，你的精虫活动数会比较差哦。因为白龙穴第一个肥这种，嘿讲身体健康，我原底是这个物件不爱分享，因为我刚刚讲出来，唔知干嘛讲，我某的隐私啦，小燕隐私会让人家怎样？但是我是觉得后来我老婆说啊，干脆你讲讲，哎、欸，亲子活动这些，有的人因为有同学私讯留言跟我讲说。哎、欸，白龙姐，你之前说要那个教人家生小孩那个方法，跟他们分享，他们真的要求子，好像要生生不出来，就囡仔缘无够。我后来想说啊，我跟咱做一下，等于做一下功德，我拍一下这个，咩讲，我求子的过程这个东西分享给同学。哎呀、啊，大概今天节目就这样，因为我嘛嘴费时间不要太长。然后我是觉得说后来啦，就是大概。怎么样当爸爸，然后当爸爸的一个过程，哎，女生有产后忧郁症，男生也有呢。我第一次做爸爸的辛苦历程，哦，啊，包括心理的调试，或者后面再一系列的嘴费给同学，哦，到抽恩，哦，小恩呐、啊，到现在这样，哎，能跟你唱唱跳跳，哦，这个过程都分享给同学，哦，啊，祝大家求子成功，哦，求女成功，哦，大家就这样子。节目最后记得按订阅白龙穴第二教室，拜拜。